我在工厂上班啊，遇到一位慈济的师兄啊，师兄就带我到环保厂啊，下大雨啊，师兄师姐刚好在环保回来啊，也是穿着雨衣把环保卸下来啊，我也赶快跑过去帮忙啊，汽车骑回去我就想说，有这样付出的机会啊，我也想要做啊。冬天的时候，我叫阮同事去征兵工会去载环保啊。风大，连站都站不稳了。环保纸箱拿去车子上面放啊，不到三秒钟风就吹走了，也是要把它收回来啊。阮同事讲我头脑坏掉了。哎，做这种工课，我讲做这种工课足快乐个呢。看到仁爱学校的小朋友啊，他们是身障儿，我自己儿子也是身心障碍的。假如家里一个小孩子像这样子啊，全家都会受累。要付出一份爱心，咱个心肝内感觉足快乐个。我做慈济。自刚开始啊，我日子咧过生活，拢过啊足顺足顺足顺，所以啊，我足把握机会，这份姻缘啊，我拿足定的。